那今天来看一个日式的一个大象哈，我们来先看这个到底有多大哈。哇，你看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小编都给完全遮住了哈。这是一个日式的一个置物的挂扇，它主要是挂在您家的客厅哈。那您家如果是一个日式的摆设的话，这就非常的合适。它上头书写着松鹤延年，祝福着你们家一家人都是这个长寿而且有福禄之意。而这幅大扇呢，它适合在那个日式的展示的家庭，或者是在一些日式的料理会所里面展示一个平面大扇。